来吧。来，先准备，3、2、1。Hello， 嗨，我们来喽。Hello， 开播喽。开始喽。没错。其实，在主播镜头面前呈现出那种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去帮助完成的。但是一个优秀的主播要付出的东西不只是说你在台前会说话。我这几年一直坚信的关于好的主播的三个关键词吧，第一个就是热爱。我觉得你们公司的 slogan 是我想找寻，就是人间烟火气，想要更多人看到不同女生的模样。我那个时候觉得很满足，因为我找到了我做主播的一个原动力。第二个关键词是专业，又专业又会说到点子上，然后所有的逻辑又很正确，跟我刚刚看到的你完全不一样。最高的个人单场 GMV 的话是做过1100万。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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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就是坚持。我这辈子就是要做香水。我不能够保证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但是我一定要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因为我想成为美万的销冠，而不是单纯线下的销冠。哇哦！他是我心目中的 S。我们接下来加大点难度吧，来吧，3分钟不看 PPT， 你提取的卖点跟它的品牌名是完全不匹配的，讲得非常不清晰，特别乱。我10分钟，我能够接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错了，错了，错了。这品牌是哪里的？什么国家的？也不说。我绝对不需要说。吓人，有点受不了。救命啊！已经到了一个不想再工作的状态了。我想大家都好好，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上班第一天 ，Hello， 哦 ，Hello， 是要签到吗？要签吗？不用签，访客登记就是。哇哦 ，Hello，Hello， 这直播间吗？哇哦，好多设备呀、啊。哎，这个场景我有见到过，这个应该是服装的。所有女生的直播间。哇哦，这么大吗？主屏在里面。哇哦，哎，我们是挑一个位置吧？应该是挑工位吗？这么拽吗？选一个吗？我们就选一个吧。那我就坐这儿。谢。打招呼吧。哎呦，喉咙也痒了。嗯，紧张的痒啊。我卖货卖药。亲爱的，亲爱的，跟这个顾客联系一下，明天才能发，今天已经发不了了。你添加一下，你添加一下，只有两个人添加你了。加了吧，加了吧，加了。OK， 好，你们对接。太爷。Hello。Hello。Hello。怎么没有女同事进来呀、啊？Hello。欢迎欢迎。我来了 ，Hello， Hello， 我就坐个小角落吧。好明亮啊，我的天啊 ！Hello，Hello，Hello， 哦，你们已经定完了位置了是不是？请坐，姐妹可太帅了。就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工位了。哦，我也是，我是好久没做过工位了，很久。我之前其实来过，你是老员工？不是，我就是我直接搜公司嘛，他就给我导在这里。你很八卦。哦。
我们其实是话最多的。注意听。我以为他会是那种，或者我们这个我们要不要拉个群，拉个群一个家。谁拉？就是我们哎那个。咱们就是。怎么拉我？那个这边还有一位。你们不要紧。然后我在想，哎我。你坐这里吧，你坐这里。好，你过来过来过来。然后我就给前面。我们要不拉个群？来，我们来面对面建群一下吧。来，打开面对面建群，我来2580。来，面对面建群2580，快点。谁是真心的水晶球？你年纪最小，你给我搞个这个名字。所以水晶球对你来说很重要。宋佳琪。宋佳琪。宋佳琪，水晶球，那我这个不好。我们群名叫什么？群名叫什么？群名叫……你来定呗。啊，我来定。所有女生的主播之家。这个有点像相亲相爱一家人啊。哦，我先来加大家的微信，一个一个的加。我的微信加满了，我先删人，我才能加。好夸张啊！他这微信加满了，哇塞！我一万人，所以我要。微信可以加一万人啊，所以我要删一个人，加一个人，删一个人。你值得是萧冠呀，对，我也觉得你值得。Hello， 老师好，中午好，中午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然后我叫庆子，然后呢，在我们直播间呢，就是负责生活类目的，大家坐吧。好的，老师，我让我们这次其实我跟大家准备了一个欢迎大家的一个礼包。我们大家分一下。谢谢。哇，奈娃，很可爱。我喜欢。哇，好可爱，这么丰盛。然后你们后续有什么，你们就随时找我，工位就在那儿。好，谢谢。好吧，那你们先忙吧。拜拜。辛苦亲子姐啦。天哪，这么幸福的上班。这个笔也好可爱。太幸福了。看一下。喜欢，你可以直接用了。好久没有念过书了，感觉。哦。哇哦！欢迎新伙伴加入美漫。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销售。他说：“帅哥，我知道你应该是新来的。那接下来我要颁布我们第一阶段的实习任务，然后接下来你们的每一天的早上，给你们安排了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课程。大家好。对于一个化妆去看它好与不好，我是通过形色韵去判断它这个作品好与不好。你呢，有点太瘦，所以呢，我现在呢稍微。”拿一点点颜色对着你的镜头这个角度，我来稍微让你的脸这边变得稍微胖一点点，看啊！天哪，真的胖了！大家好，我是雷欧娜，我还懂能量群体，所以我可以成为一名主播，可以成为有真世界和无真世界的桥梁，帮助他们了解这个世界。所以上午是培训的时间，然后下午和产品相关的选品部和招商部，你们会被分配去实习。来吧，接下来就宣布你们第一次的挑战，会分为两个组，有五位同学会分去招商组，四位同学会分去选品组。招商组实习的同学是周璐、阿秋、李明谦、赫赫和宋佳琪，选品组就是剩下的四位同学：杨和、霹雳乌贼、琛琛跟廖祖涵。然后底下老师会在他们的区域跟你们发布你们的第一轮挑战。
但是这个任务的结果时间很短，所以需要你们在最快的时间里面把这个任务完成。好了，那你们跟老师们走吧。好好的，走吧。我们选品组的同学就在这边吧。非常欢迎大家来美妆选品组实习，希望在后面的四天中，你们可以非常沉浸式的去体验我们美妆选品最具体最细节的一些工作。主要是我们对选品就是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公司的选品更像一个后台的一个业务支持部门，那招商就相当于是我们公司冲在第一线的一个业务部门，他们接触商家，然后收到一些提报的样品之后，他们经过自己初步的一个试用，他们会提报给我们。所以你们要从第一步就是样品的一个收录，然后到样品的分发，产品试用反馈的一个统计，以及产品的信息搜索。那我终于理解为什么佳琪直播间的品更新的没有那么的快，这也太复杂了。给大家发布一下任务，因为我们这周四会有一场和佳琪一起的初选会，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工作就会为我们的这周四的一个选品会去做一个准备。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选品表，有29个瓶。嗯，其实29个不多。对的吗？属于比较少，我们平时一场的话过百。然后我们也是联系了一个我们日常合作的一个感官实验室，会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测试。我觉得我们是好专业，好难啊。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我们这几天可能会有一个类似于产品项的任务吧。我们现在是为直播来做准备，产品是薇诺娜特护精华、娇韵诗双萃，还有成叶医生的VC377精华。大家要做的就是针对于这些单品，它的直播的展现形式以及脚本，然后会在12号的时候给，我们李老板佳琪做一次整体的汇报，哪个方案最好就采用谁的。那相当于我们只有2天的时间了。对，所以时间也很紧急了。哇，你压力是不是特别大？因为本来就不是擅长的领域，本来就是完全，我就尽力去做就好了。我能做到多少做到多少吧，我觉得是。压力肯定也是有。压力山大。哇！哦，谢谢谢谢。吃完就自己选择的，下班可以。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那我们去吃东西吧。啊，吃饭。我们吃个饭，然后想要留下办公的就留下，想要回家的办公的就回家。大家今天应该也都蛮累的，昨晚是不是都没睡好？我猜你们都没睡好。我觉得大家今晚也睡不好了，各有任务。怎么样，招生好有意思吗？怎么说呢，就是不知从何说起，也是就是分析品牌的一些什么优劣啊，那些应该是差不多的，是吧？嗯。秋秋，对，你吃完了回酒店吗？还是回啊 ？OK， 不回干嘛？我以为你会加班，就是加班一下。但是回去也是加班。回去安静一点。对，我也想安静。这边就是吸引你的事物太多了。收一下吧，我们。你就这样，对，你就这样，没关系，没关系，这个袋子还可以。走，回家了。拜拜，我很快回去。10号，也就是明天跟品牌老师讲完之后，第二天我们可以。
那个全脸精华叫什么精华来着？那个专业术语。我怎么不清楚？啊，面部精华，全脸精华。喷嚏，喷嚏。去吧，你去把花园来收拾东西。对，我还要拿点东西。拜拜，拜拜，从这儿走了。加油干！我太晕了，我打算回去再弄了。你也早点啊。好。天哪！你在干嘛？我吓死了！我吓死我了！你在干嘛？我在功课。对，因为我怕说不好，我就把资料上的，然后在他直播间就是页面上的，上千页面上的。对，我把都把它。但是要小心，上千页面会有很多的雷，有一些这边可以说的，我们是不能说的。啊。你嗓子一天就可以这么哑，你怎么当主播呀？三天，因为三天，对，因为我三天几乎是通宵的在啊，我线上一对一的卖货。嗯，他们给你搞点消炎药啊？有，刚刚给我了，给我了。对，你是不是嗓子哑了？是的。哎，我给你给个药，你先试试它。这个是我每次大促的时候，上播前一个小时我会吃。哎，那这个，然后整体状态就挺清亮的，就不会哑。好，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多吃一点，我跟你说，你长胖一点，太瘦了。好，哦，那等下你一个人回去啊？哎，对，行吧，蛮近的，嗯。进程太大了吧。一进去那个规格就不用说了，就那个阵势就已经把我吓到了，我就像小学生一样的，你老实坐那边。 Hello。子生物非常重要的就是胶原蛋白，我们就从胶原蛋白开始讲。一个好的主播，他需要有很多岗位的支持，让他们学会站在跟品牌交流的角度，如何去跟品牌协商，给到消费者的一些权益，然后包括从品牌那吸收了一些知识之后如何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有一个618的小目标吧，618首日想爆发到，你看一下去年618七号我们自己的店铺活动，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日销，然后也是我就说我这样才能对比啊。可以可以，我可以的，我两个耳朵可以分开工作。我两个耳朵可以分开工作。大概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预测，以上。所有内容啊，听佳琪老师的。首先，我觉得现在在目前为止，对于行业来说，可能比较熟知的还是可复美跟可丽金，所有的可复美和可丽金的品牌上面应该会有到 CUHR 跟 CUHA 的
标识。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大家对于这两个品牌会容易有一点点的不理解，他们到底在给到大家的差异和区别是什么。然后我的皮肤有问题，我到底应该买可肤美的胶原蛋白还是可丽金的胶原蛋白啊？这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急需要去做清晰划分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划分好，相当于两个的势能都会被彼此分散。所以我们如何让可肤美在专业和好用之上，然后增加愉悦感，当女生每天要把这个转开，这个上面还没有做任何的就是防滑或凹凸点的时候，她转不开的时候，她就会很烦躁，一烦躁她就不会想要再去用。然后这瓶水它已经500毫升了，它的泵头应该要出来了。好厉害，品牌方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他说的东西都很专业，而且很为消费者考虑，而且确实也是很实际的问题，就太厉害了。来之前我以为的主播只是简单的买与卖，今天佳琪老师在我这里是一战封神，他知道一个产品从研发开始，最后一步两步三步，一直到顾客手中好用不好用的所有关节点，哪怕我们加班这45天不停地去加班学习，都可能来不及佳琪老师的1%，我们还要积累太多太多了。老师好。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薇诺娜其实是一个专注敏感肌肤的功效型护肤品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特护精华，它是可以快速修护让皮肤更加强韧的一个产品。特护精华是薇诺娜结合了中国皮肤学的最新研究，用升级的青苏果 Pro 去做深层修护，对肌肤干燥泛红有快速改善的效果，配方十分温和，脆弱肌可以安心使用。然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来你说。有，因为它点线面它通过，首先我们找到源头嘛，对对，然后我们又切断了它的传导，最终达到一个立体的修护。一颗多英它锁水，但是你们有在常温下做过这个实验吗？非常好的问题。这款不是专门针对敏敏肌吗？那它会修复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有没有说不能跟某些产品一起用，或者某些成分一起用啊？神经酰胺是什么？就是人体的一个内源性物质。越多越好。它不是叫越多越好，它实际上是要看你要生成几型的这个神经酰胺。今天很高兴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感官，知道一下感官究竟怎么回事，感官怎么可以就是帮助到选到更好的产品给到我们的消费者。所以今天的活动呢，主要是让我们 Vicky 首先要对大家进行筛选，所以看看你们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敏感度。就先从视觉开始，可以好吧？这边的话有30个色条，需要你从颜色从浅到深排序。哦，这有不一样是吗？对，所以这个是同色系的深浅度。对，是的。哇，这个真的很复杂，这。哇哦，这属实有点多。排好了。好吧，我们就来揭晓答案了。好，好了，我们来揭晓了啊。这两个反。对。啊。会。哇，你的色彩敏感度还蛮敏锐的，全对是吧？对。好，接下去我们到嗅觉，这边的话会有5款不同的一个香精，你需要闻完以后告诉我说你闻到的这个香精是什么味道的。这个有一种木质的感觉。能说出具体的吗？具体哪一棵树吗？很熟悉，但形容不出来。这个我不在行，等一下乌贼老师会。好吧。有点凉，有点植物，有点药感的东西，它是一种草本的芳香植物。哇塞，你讲的也太具体了。八角啊，蜂蜜。嗯，还是很厉害的呀。接下去的话会有一个就是考验你的一个反应力的一个小题目，那一个圆，然后比作100分。感觉整个行程安排都非常非常的满，它就是被各种行程所填满，然后反复的学习。
我以为的选品就是大家一起共同去试用这些产品，但是我没想到有这么严谨，就是你还要去做这个品牌，什么功效，然后成分，会偏向于更加的立体化了吧，对选品这个方向。嗯，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张律师最新上市的一个黄金双萃的裸感轻感的版本啊，我们把它的质地变得更加的亲肤，更加适合油性肌肤跟混合性偏油，所以它其实还是维持着它两大功能，一个呢就是维稳，一个就是育龄。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三七精华能够做到根源抑黑淡斑呢？那这个 Pro VC 的话呢，它其实协同我们的 W37 已经生成的黑色素，或者说即将要生成的，我们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达到一个从深层根源去抑黑淡化黑色素的效果。那其实这个瓶身我们特意设计成一个锁鲜瓶，因为 W37 这个成分它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这个产品设计它是可以锁住它的这个鲜活的一个 W37。我觉得今天学到很多东西的，招商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他会与品牌方直接打交道嘛，然后招商的工作量也比我想象中的大，产品成分什么一定要是搞清楚，了解它的原理啊这些。我准备通宵了，有没有做完的？我做完了两个，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做完先看。嗯，好吧。但他的是进阶版，我是基础版。天哪，你们做这么好看！嗯，这种，但是我是先把这个写上去，然后用自己的话，然后再那个一下。就是配合他，然后你再来讲是吧？对，就是这个是品牌介绍，然后主打的效果，然后消费者痛点引入，产品一句话，核心成分。虽然我不会做电脑的那些 PPT， 可能没有大家做的那么花哨，那么多的多样化，但是我尽量让我的表达，让我的展现能够有自己的特色。来，选品组的小伙伴们，我们去那边会一桌吧。好。这些是要分装给大家去试用吗？是的。大家根据这个产品的质地、流动性的，那我们可以用分装袋。比较厚的这种护发素啊之类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用到分装罐。这么多，给你们多装一点。这么多洗发水，头都洗秃了。像其实我们平时选品组的同事一次都要洗三四次头吧，就是一次的使用三四种洗发水去进行试用，所以我们是就是小白鼠。咱们现在那个表格那么多，是要分工还是要挨个自己写？我个人感觉哈，我们现在应该先去把品分发掉，再回来做表格，要不然他们下班了。可以啊。Hello。我是来安利我们的分装的样品的，这个可能有点冒犯啊，这是一个防脱的一个洗发水，对，防脱的洗发水，可以来试用。啊，谢谢，谢谢。我可能需要知道一下你们的名字。你有用过那个固色洗发水吗？没有。需要我们就是测评一下，就是真实的一个感受。帮我做一个4到5个问题的小的调查问卷，可以吗？好的，辛苦你了，谢谢。拜拜。OK， 发完了。好了，看表格吧。你们看一下怎么分。啊，你们可以合作完成的吗？你知道我们的表，我们分一分都很难的写。我知道你们的很难，我知道你们的很难，但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合作还蛮好的。我们会有竞争在里面。哦。对，就是每人写的4个方案，我很爱吃，要选出来最终的4个，而且要是有人一下拿了3个或者2个方案都被他拿了，那就真的太牛了，说不定那个人就是你呢。好，得了吧，我对美妆真的一窍不通，护肤一窍不通，所以压力很大。我现在主动加班，因为还有要讲我的这个脚本，
直播压力很大。能录上，你需要很谨慎，需要很谨慎。然后这是他们化妆桌，模特的化妆桌。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直播的时候敏感肌这个词都不可以提的吗？我个人啊，一般都会说，比如说你皮肤比较薄，一旦遇到外界气温升高，或者说遇到一些不适合自己的产品，皮肤就会泛红，这种是可以的嘛？对，你就换一种方法把它说出来。嗯，那就难怪了呀。所以我们不要想着他去，我们对，在很多人面前说就不太好。对。很多的情况下。对啊，因为很多人对烂脸的定义，他会难受，他听不精准。嗯。比较浮躁，不是一个很能沉得下心来的人。你打算怎么样？嗯，今天我是打算和他们发的那个案例就这样打过来了。你觉得维持这个一样吗？对啊，这个就相当于最终的脚本了吧？对啊，但是很难玩出花呀，就。但是我没有想着要玩出花，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想，就是我觉得先把就是大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先做到吧，我想的是。我就希望我能及格，我就希望我能够及格。就是不像自己想当然的那么简单，就选个品啊，招个商啊，品牌方啊，产品啊，如果可以的话就觉得还不错的话就到直播间，但是完全不是。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我没有控制好情绪了。没关系，没关系，有些是正常的，怎么了？没关系，刚刚很开心的呀。对啊，怎么了？两个在聊那个什么的。没话，我一直都很开心。导火索是什么？没有导火索，就是一下子来的这个感觉吗？嗯，我就觉得。
他希望看到你的成长，在这个节目里面告诉所有女生，即使我现在没有那么优秀，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大家看到你身上一定是有他觉得你优秀的点。如果你是完美的，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参加这个节目。大家每个人都有情绪嘛，你消化消化好不好？好了好了，哎呦喂，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逻辑能力不强的人，他自己在学习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比较吃力。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好的，先从第一位。其实这个品是一个现在风非常非常大的品，因为它的营销做得非常大，它的官方使用方法就是一定要有这个排骨刷，并且需要我搭配一个吹风机去热吹它的。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相对鸡肋，希望的是一个能够一喷即定型的那种产品。对这个牌子我是了解的，因为我之前也是用过的。它里面有一个很好闻的味道，就是仙人掌，这个味道是在沐浴露里面没有人做过的。这个单品是真的目前我觉得所有品当中我印象会比较深刻的一个，当时是有皮肤冒红和小闭口的时候，在7个小时的睡眠过后是明显的消退，它的吸收很快，没有油膜感，很清爽。我们这一次选品可以去考虑一下它的进入。好呀，那我们看下一款吧。哦，这一套怎么样？我觉得它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请说。这我自己去用到一个妆前去使用的话，它会有一点点磨感。嗯，对于我来说，它的一个水不够滋润，它的乳是非常容易去搓泥的，里面的成分长期使用过后是对皮肤和健康造成一些风险的哦。嗯，所以我会有担心这一次的新品的安全的问题。然后我再说一个点，因为我自己是用。就刚好我昨天也拍了一下我，所以我对有一定的了解，并且使用过喜欢过后，我对这套水乳的期待值会很高。肤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一个东西连肤感都不好，我是不会坚持去用它。肤感不好的点是在于，如果说你只用水的情况下，它会有一点点紧绷感，会有点倒拔干的感觉，但是你加了乳之后你又黏，所以你就会有点纠结。我觉得这个乳液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显得整个人的皮肤看起来都有很斑驳的那种状态。对，但是如果你妆前要使用乳的话，会非常的搓泥，以及遮瑕会位移。所以这个问题的话，你在前面上妆前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乳？你用水就够了，其实。啊？为什么？我反对。我反对，我纯纯反对。我跟你说，我纯纯反对，这不可能。不行不行不行。就是如果大家特别介意它乳的那个质地不太接受的话，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单独来看水这个单品。对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用水的人心目中就是觉得水乳应该在一起。我也是，我也不太想拆开买单卖水。那我觉得有一部分人就觉得我都没有乳，然后我想我买个水是在哪里呢？我觉得你这考虑的点好奇怪。我觉得你不大了解真正的顾客需求，因为目前你接触的顾客不够多。顾客的需求是，如果我今天看见一个新鲜东西，我可能不能接受乳，但是我接受这个护肤概念，我接受这个品牌，我会愿意从它的水开始。水是消耗品，它必然是用的很快的。你有可能是这个时间节点你的水用完了，但你家里的水乳精华肯定还有。这是必然的，而且但是你有想过一个点吗？基本上现在出来的新的产品，它的水的量一定比乳液多。嗯，它就是为了拉平这个时间线。你们是哪个品牌的出发点品牌的成分品牌？我想要强调一个点哦，你们是更了解品牌的出发点、品牌的成分、品牌的所有的东西，而我们在直播间，我可能只有5分钟。错了错了，你真的要换一个概念。如果你是普通卖货的直播间，我觉得你这个概念可以，我只为卖了货。但是佳琪的直播间，它有种草和科普的。那我问你，佳琪的直播间一个品讲多久？我觉得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要普及概念，为什么别人会信赖佳琪的直播间？是因为他讲得清楚，再卖货。别打了，要打去六十打。哎呦喂！哎，算了算了，没事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选不完了，还有很多品。是的，是的。那我们就先看下一个。嗯。
辛苦啦，谢谢，辛苦大家，谢谢老师。1999年品牌创立。开始了，再等一下，下就开始了。等多久啊？几分钟吧，待会就在这边呗。好的，没有问题，干。你们有两位可以做。好的，坐他是旁边呐、啊，坐旁边吗？就会有点压力。那老师坐过去吧。不，你们坐过去。不，我在这儿就行。对，我觉得坐这儿挺好的。不是，你们坐过去呗，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同学们，赶紧。那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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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坐这么前面。我很紧张的，我坐在这个位置，压力很大。老板好。Hello 啊。Hello。Hello。我坐这是吧？哎呀。所以谁先来？我先来吧。你先来。好的。为什么你先来？因为我觉得。你准备好了。对，我准备好了。好，第一个来个 Christoph 的 Robin 这个洗发膏，它到手价格是265块钱，可以减135，然后加个60块钱券。我这次非常非常喜欢它下面这个粉色，你可以闻一下，它是沙龙级别香氛，一种荔枝玫瑰的香气，用到了摩洛哥拉苏尔的那个粘土，也就是说它是通过物理方式粘着你皮肤上的那个油脂，细软塌发质，然后一两天不洗容易油的，用这个就刚刚好，而且适合发尾比较干燥的发质。了解。下一个。老朋友，就是我先讲一下它的一个机制。正装的一套水乳的话呢，送到是正装量的小样，再给它一个60克的洁面乳，然后再加上5片面膜。按照它原来的价格基数去算的话，这个价格还是蛮诱人的。佳琪，这边是安修泽的泥膜，他们之前是有1.0版本，这一次是有一个三酸三泥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这一次它的一个使用感上，它干燥速度很快，那么就说明它本身的一个油类添加的会比较少，它整个吸附力会强一些，所以它不太适合干皮去使用，就特别适合现在的油皮在这个时间点去用。下一个是这个科曼的口红，在上一次的口红节，在夏天女孩子的话就是喜欢嘟嘟唇，它里面添加三种精油，做成了三重精油质感。不显唇纹，不廉价，在滋润口红当中遮盖能力是比较强。总结一下它的这个劣势哈，它的容量不是很大，它只有2克。新出的这三个色号，适合春夏的话，可能就只有这个05号色，而且还会有一点点挑肤色。了解，好的。我觉得刚刚非常棒的第一个点就是你，就是先用口红节去了解了我们的消费者的需求和去选择同类型的产品啊，这个是选品完全没有错的思路跟逻辑。接下来就是我觉得你确实有做到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嗯，因为你现在只是去评判了它的，你觉得它的一些好的点跟不好的点，但是你没有给你接下来应该这个产品怎么做的思路，要不然你会永远停在那个地方就结束了。是是，你后面就没有再去思考，如果我是这个老板我会怎么做这个产品。好，来下一个。嗯，首先第一个哦，就是它跟一般的洗发膏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它里面有磨砂颗粒，嗯，所以你要先跟我去说它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为什么有些人要使用磨砂颗粒，然后它的磨砂颗粒跟别人跟现在市面上的品牌的磨砂颗粒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它最大的核心卖点，但是你没有让我可以瞬间知道，明白，很感兴趣，明白，或者是关于磨砂类洗发膏的一些特点，是不是很好冲洗，然后它有没有做过一些测试，然后它可以溶于水巴拉巴拉之类的这种特点，然后你要再告诉我你它洗完了之后跟别的洗发水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头皮，比如说蓬松，然后清洁力很强，然后头屑会帮你做到一些缓解。明白，我学到了，下次我就有经验了。是，好的。
好啦，第一个问题哦，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价格算法是错误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不能用标价来算我们最后的折扣价。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纸是谁写的，我写的，对不起。来看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好漏洞哦，它叫优时颜光感焕颜晶透乳和晶透水，但是你的一句话卖点是一套敏皮可用的保湿修护抗皱水乳，没有说到光感。你提取的卖点跟它的品牌名是完全不匹配的，这个就很奇怪，而且消费者会觉得，耶，我买的不是一瓶敏感肌可用的修护抗皱水，但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好像买错了，或者是这个人完全不专业。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来，下一个。好的。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就是它比较适合于油皮这种含有到强酸类的产品，它其实蛮容易让大家的皮肤对有一些敏感，包括有些人他虽然听了你说要先建议耐受，他们可能一回家就是疯狂涂它，它各种长痘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形式，可以在播他们家另外产品的时候先送换赠品，送他们家30克的小样，他们都体验，然后体验完了之后再去做销售，这样子我们一旦出现大情况的时候不会容易有差评。好了，辛苦，谢谢，谢谢老板。那要开始了，我每次没有准备好就特别慌。三态、四态、六态到底有什么区别？最关键的是我们，雪绒花等20种啊，20多种。65%高浓度姜黄膏，已经到了一个不想再工作的状态了。你往房间或者往那边走，我往那边走。李老板，李老板，啊，李老板，啊，那我离远点。其实你这，我在这儿。害怕，我上学怕老师，上班怕老板。那我就坐这儿。哎，但我是真的不想，是真的不一晚。没事，都到这个。那我坐这吧。我坐这里压力很大的耶。Hello。老板好，来吧，我坐哪儿？坐这里。所以谁比较有信心？我们刚刚已经排好了。排好了。对，他非常踊跃，他想第一个。我最不喜欢排好的东西。你第一个，你第一个。我可以。来吧，第一个压力很大。哎，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上，开始了。我们要给大家上的是薇欧娜的舒缓保湿特护精华，因为就是说实话，现在一到换季啊，比如说很多朋友加班熬夜，包括护肤不到的话，都会一些翻车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问题，包括还有一些反反复复的问题会出现，有点紧张。我们这款精华主打一个效果的话呢，就是。我总结一下几点，就是3个，更精准、更直接、更修护。另外的话，这是我们这个发明的一个专利证书，然后我们直播间可以直接说一些相关的一些名称是没问题的。然后这是我今天第一个品，好紧张。等一下，有问题了。来，下一个人说温柔呢。好。下一个是来点名，你能点名。因为就你来点名，我来点名，爽不爽？非常爽。来，我看一下。周周。因为我那个 PPT 我不大会操作，所以我就是用的竖版。对的，但是我这个是一个个做的，不是他们说的是产品详情页，然后
然后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薇若薇诺娜。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好开始。然后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主要是我们的薇诺娜保湿修护精华。然后其实大家很多的女生提及这个品牌就知道它主要打的是我们一个修护维稳。好的，那么它是有一个一直在研发的成分叫做刺青果 Pro。因为这款精华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细腻弹润有光泽。我们现在其实是上海的春天，下个礼拜上海最高温度高达32度，那屏障受损就相当于我们城墙破了，然后 clouding five 减少相当于海地震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填地基补水泥，然后就到了我们薇诺娜特护精华的青刺果的 Pro。青刺果我们知道是云南的一种植萃，但是在我们的 Pro 升级下，它还补充了一定的神经酰胺。神经酰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水泥。那我们角质细胞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砖。那它水泥把我们砖全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城墙就很稳固。这么多的植萃加进来，才能达到一个点线面的全方位的强韧屏障，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好，好，哇哦。让我有一点点的惊喜，我以为你们会做的比较的潦草，我觉得相对来说今天是第一个品啊。那首先李明谦，因为第一个人，有一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就是在做 PPT 跟讲解的时候，逻辑思维一定要，再精准一点点。然后没有提到这个精华，因为是敏感肌、娇嫩肌专用，所以它不添加，啊的那个优点。然后品牌薇诺娜是什么品牌，在之前的时候是没有去说的。然后周璐，我觉得不太足的是你要对，就是你得到的一些信息的口语化能力和总结能力要加强，啊，因为你刚刚说到的东西有点太过于学术，达到一个五维立体化，生成精准修护。所以我觉得就是让消费者听得懂这件事情，你要再做提升。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品说的最准确的是赫赫，因为我们的任务是你要去给主播推荐这个产品，而不是你是主播该怎么样卖这个产品。好了，不紧张了吧？来下一个品，算了。第二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成野医生 VC377 美白淡斑精华。因为我有一个网友，你有一个网友，为什么聊到网友的故事了？我有一个网友，他之前有发过自拍，然后我问他你怎么那么白，他说他就用的这个精华。哦，啊，一句话卖点就是从源头入手对抗黑色素的美白特征精华啊，蕴含有专业的 W377。加上 Pro VC 带来的院线级美白体验。那么核心成分的话呢，首先就是我们的高浓度的 W377。那么它的原理的话是通过抑制酪氨酸酶催化生成黑色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和沉淀，也就是说它在生成部分就被扼杀掉了我们的黑色素。首先我们先还是要从一个故事开始说起，对不起啊。哎，这是他的故事啊。我有一个网友，哎，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所以你是那个网友？No, 不是我，是我真的有一个网友的故事。所以377精华就跟网友有这么多的关系呗，它是个交友精华呗。I just keep the real. 我们一定要正视护肤品对于美白的作用。美白的意义在哪里？我希望每个女生都记住，美白我们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是坚定自己，我们肤色提亮了之后的那个状态，是我们想要的健康的、好的、亮的状态，有光泽的状态，那就是好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白几个色号？哦，白成其他人不需要。我们的家中必须常备的一瓶美白精华，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成野医生的美白淡斑精华。那我们现在来说了，377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的黑色素是一个黑老大一样的角色。好，那我们的377，他呢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把黑色素的爷奶奶啊，爷爷酪氨酸酶找奶奶酪氨酸求婚，
我们三七七直接棒打鸳鸯了，所以没有爷爷奶奶的相遇了，所以我们的黑色素这个孙子不会出生了，他也不会闯荡江湖了，不会让他生成出来了。包装是金色的，其实蛮醒目。然后它后面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 tips，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地方它是有颜色的，如果当它变黑了，证明我们还能再用25泵，我们就需要再去囤货了的这个事情，能看出他们对自己品牌有多自信了吗？对不对？哦，然后它的质地是，我不知道，其实蛮滋润的。然后重点来了，就是不要乱跟风去用那个护肤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是很重要的前提，好不好？才能更容易的美白。谢谢啊。好，好的，谢谢。挺好，我觉得挺好，我觉得挺好。对，就大家还是很有潜力，哪怕我觉得对秋秋还有赫赫完全不知道美妆的行业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可以把这些连水油平衡的东西说得非常非常的自信，跟你的脑袋的思维逻辑是通的。但是美白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就哪怕现在拉一个专家来跟我们说美白，他也不一定可以把他最简单和口语化的东西传递给就是消费者。我们接下来加大点难度吧，3分钟不看 PPT 来说娇韵诗双萃。谁先？不看 PPT 的情况下，好，来，首先跟您首先跟主播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娇韵诗上的全新轻盈的精粹双感精粹。然后它主打的，首先它有第一个点，它是为我们油皮去开发的，是一个市面上一款。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等一下，只有3分钟哦。它是为油皮专门打造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质地。那你赶快跟我说它跟第一代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它是一个轻感的裸感油概念。第二个的话，它的极易挥发。第三个，它可以解决美眉们不用担心这个质地容易闷痘或者说堵塞毛孔等等的问题，但是同时有非常强的抗老效果。下一个谁？快点，我快忘了。我关起来，我快忘了。我妈求你了，妈求你了。为什么是你？不，你做一个。宋宋先来，宋宋先来，开始。首先它是一个贵妇线的品牌，所以它可能会推荐给预算比较高的女生。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主打的是一个油皮抗老的功能。油皮最担心的点就是可能会油上加油，那它呢第一代版本呢是一个经典黄金双萃，黄金它相对来说就会更厚重一点，这款叫轻感双萃，而且它延续了第一款的一个口碑。如果有第一代的一个忠实粉丝可以再来选择它，而且它还会做了一个升级，是它会更清爽，更适合油皮，所以说油皮就可以油皮抗老，就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它。快到时间喽！好了，首先所有人 Q 娇韵诗的忠实品牌的朋友们，我们注意，38年这一款经典双萃推出来，经过了这次第八代，终于它出了一个 light texture， 就出了一个我们的轻感双萃，是不是？最大区别是什么？首先，它去做了一个50%的油感的减少，然后它增加了3种可挥发性的油脂，所以你会有更高渗透以及更加易挥发性，很亲肤，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他们经过了250次的实验，得到了这个配方，所以你们敢说娇韵诗不把油皮捧在手心里吗？很好，很好，非常好。快一点，快一点，3分钟开始。之前的话，我们娇韵诗双萃的话，精华之前那个版本的话，它是什么？曾经5秒钟就卖过一
5秒就卖过一瓶，曾经创造过一个历史。然后呢，我们这一次给他出了一个轻薄款，所以说如果说你们油皮又要做一个养护的同时又要肤感好的话，这一款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你敷完之后，你晚上想敷，早上也想用，早上用完晚上也想敷。然后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用的。另外呢，来说到植物，21种的一个植萃成分，终于说出来这句话。因为本身来说的话，就是25岁就是走下坡路了，看一下我蛮下坡的。在坡上打滚那种，然后呢，包括熬夜呀，包括紫外线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赶紧靠了，我们尽量的就是在这个能，保修保养的时候不要保修，谢谢大家。要让你们先从招商这件事情和这个工种开始做起，嗯，其实就是希望你们可以通过。站在招商的视角去学习如何发掘一个产品它本身的卖点，对，就是这个能力大家需要去掌握，然后包括以后你们在跟品牌方开会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脑袋里想一想，招运是出来了，你脑袋里要蹦出几个精华跟它差不多的竞品，对，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锻炼你们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点。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就比我想象当中要好很多。这就是你们第一阶段的最初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把互相的优点再让自己的 PPT 揉一揉，变成一个就是更加完整的结合大家自己优点的一个状态。就是老板，我很困扰我的一点，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我没有搞清楚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之前的工作就是没有招商的同事和其他部分同事在你身边配合，我懂了，我抓到你的点了。不是你要去习惯和学习跟其他的同事在做配合这件事情，嗯，就是你们要跟很多的同事们去做交流的，就是让你们一步一步每一个工种体验，然后再对对对对对。我说一句啊，嗯，其实我就是从招商出来的一个主播，所以。哎，我觉得你们特别的幸福，因为我当李佳琦主播的时候呢，他不会跟我讲我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还有10分钟，我们开过。好了，来吧。男生准备，3、2、1。Hello。Hello， 我们来喽。Hello， 开播了。我们开始了。没错。几楼？3楼。Hello。你在这儿工作了那么久了，你不知道在几楼？新安装。这个安装的，两个。又来一次。哎 ，Hello。Hello， 我们还可以加点舞蹈动作 ，wave 一下。这个是这个动作升级了。然后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全品类的助播场啊，底下旺旺的话和 ，Hello， 你们，如果有电子设备，麻烦把它全部搞进去。然后进去的时候，大家保持安静，好吗？好。哎呦！然后我们还设了18号的电极，它那些的话，我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家电的产品。
也是希望公司大家能够主动帮大家做沟通，因为我们的淘店的大专场会在我们的618的时候帮大家带到，我们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满减啊，然后大家可以做做单啊，干嘛的都是有的，包括我们20号是我们的亲子节，人员马上就要到什么，要到那个夏天嘛，大家要就是小朋友用换衣服了，对吧？然后我们就会买一些那种小衣服给到大家，然后就大家可以一起来观后，好吧？那我们同样还有到的是4月20号的香水节，本来要卖500元的，只卖200元的，讲解一下，然后他又返200元的券，都可以的话，只要是单色的台色。那里面会有题词，就是我们的一些就是产品的卖点。解释一下，我们的相机也是在里面。上佳琪的话，它就是正对的这个摄像头，然后也可以正对的看的卖点。我们今天产品会有到的是我们的薇诺娜的特护精华。对。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我们的职业医生的C37，大家都是特别知道的老朋友了。看狗狗。今天狗狗在洗澡，我就是那只狗狗，我给大家拜拜。好有梗，小小包改下。然后佳琪的晚上的话就要拍那个综艺。说起综艺，是我看到有几个熟悉的面孔，哎，我看到有几个熟悉的面孔，哎，你看到几个熟悉的面孔？嗯，新同事有帅的吗？问旺旺，旺旺回答。新同事有帅的吗？旺旺回答。新同事有帅的吗？直接切的吗？直接切的吗？不是吧？那突然切过来吗？右边就是切过去，淘宝的后台就是右边就切过去。天哪，太刺激了！敢是最大。没有。没有。所以你觉得他们？这些同事来了，你也相处了这么多天，你觉得谁对你的压力是最大的？没有，哎，没有，所以你觉得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可以挑战一下吧。他们挑战什么？挑战你，我的压力。来一个吧，来一个吧，那你选吧。我选吗？嗯，我选吗？嗯，我选第一个。选第一个。选什么？选什么？没有想到会临时让我们直接上播，千万别点到，我好怕呀！就是很紧张，本体在那里，就是魂儿已经没了。宋宋，宋宋，你选第一个选宋宋，我觉得宋宋是好第一个品，我觉得这样可以吗？跟宋宋播，搞死啊你！我先下班。好，我先下班，可以的。宋宋来啊哇！加油！真的？你很熟悉的东西。如果说根坏的话，你再去给叶子浇水就没有用了。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就是一步步的修复你的皮肤屏障。宋宋是薇诺娜这个产品里面的第一名，对，我觉得说的是最完整、最有逻辑性的，非常非常好。宋宋来。我今天服务你，我今天是你的主播，那怎么办？那对不起观众了。不会不会，没有没有，不会，来加油啊，宋宋！虽然下午人很多，哇，你的位置哦，如坐针毡。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对，天哪，这么突然，我们就，你们真的不知道？刺激，没有人知道。我们是肯定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们知道吗？没有人知道。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宋，然后我是新来的实习生，然后我是这里最没有经验的一个，结果第一个跳中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你很漂亮，感觉很紧张，第一次来主直播间嘛，肯定会稍微紧张。就是宋宋比较年轻，他叫宋佳琪，你没有把你自己最有优势的东西介绍出来，恭喜大家，他可叫宋佳琪，我也是佳琪，对，哇哦，我是。之前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有实习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播的是香包哦，然后现在在上大三，20岁，好年轻，在干什么？我们就是今天嘛，就是希望就很多妹妹就是想要看一看我们的，对对对对，同事们，我们就让他们今天李佳琪们呢搞综艺效果，那现在后面吗？好，我们两个开始，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直播间，来，我们今天的薇诺娜。李佳是会搞综艺效果的，要不说我是综艺之神呢。那你站在后面吧，来吧，你们两个。我怕大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直播间，来吧，那来，
我们今天推荐薇诺娜好不好？好，那你来分享，我今天做你的助播。好好好吗？来，第一个产品我们来喽。第一个产品我们给大家上的是薇诺娜的这一款特护精华，因为有人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再想去做一些再想做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精华呢，这个时候有一些美女们就想说我想美白或者是我想抗老，了解，也是一个宋宋他们说要你声音稍微大一点点，有点听不到。 OK 我帮你一下，是声音声就大声一点，因为我们直播间声音很大。好，对，明白了。如果说呢你的皮肤已经出现了一些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就要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一个保护。薇诺娜的这款特护精华呢，它采用的一个原材料是来自3000米海拔的一个青刺果原料，对，青刺果原料呢也是薇诺娜灵魂植萃中的，采用了青刺果油，明白，因为它能接触皮脂膜更好的吸收，来焕活你的神经酰胺。哇，他们其实还蛮严格的，好严格，很严格。怎么了？就是说有一个弹幕说说得很急，感觉选的主播不行，但其实我觉得宋宋还蛮不错的。他已经一开始就自我介绍过了，说自己没有经验，就播过一些项目，不行，他们还是自己 Q 的。嗯，好难，我觉得压力好大。好，来给他挤出来。一个呢，全身中间其实流动性特别强，然后特别是现在到了夏天，很多女生会在手上添加精华，添加水乳，会比单纯的不会。并且呢这个产品因为它是专注于脆弱肌肤的，所以说呢它里面也没有添加酒精、香精、色素等等，成分是非常精简又温和的，是，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放心的来拍下。还是有人夸的，还是可爱的，但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不在乎弹幕，不在乎，对啊，不用在乎。他叫宋宋，是我们的新同事，很棒很棒，实习主播，对对对对对，很棒很棒很棒，哇，棒！恭喜一下宋宋，是我们把链接上上来哦，我们适量拍一领券，好不好？好，好的，谢谢宋宋。对，那我和旺旺再帮大家来把这个产品重新拎，来帮大家拎一拎重点啊，好不好？这个产品重新拎，来帮大家拎一拎重点啊，好不好？现在来，因为确实这个我们的一个啊。不是完全没有，完全他们都说你很可爱。有提词吗？有，但是那个提词很乱，我不知道该看什么了。还有人说我呢。是非常说他是第一，没有说他是第二，没有人敢说他是第一，对对吧？天哪！跟大家说，就是真的，大家可能很多人没事没事，别看。今天我们的思路肯定都是。哎，你知道我那天讲 PPT 的时候，我觉得我记得很熟，结果上去之后就。是的，那我们的青刺果都是可以帮助你来做到补充肌肤的和焕活肌肤的神经酰胺。包括我们在做早睡晚安，我觉得暂时先一定要打理精华，包括大家在线下做完特殊护理之后，非破皮类的光电都可以直接用，但是破皮类的特殊护理我们一定要等伤口愈合哈。其实我之前是没有观众的，就是也很少有人会评论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状况嘛，然后我觉得我应该强大一下我的内心，今天被刺激到了。就是我们都是新同事，他们还在实习当中，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女生可以给我们的新同事们一些鼓励，好不好？你还要每个人都会有到不一样的成长阶段，是，他们现在属于比较多的新同事是小白嘛？对对对对，我以前也是，是是没有关系的，好不好？就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改变。包括像佳琪现在哪怕我坐到了这个位置上，我也要有改变，我也要有重新的学习和进步。好的，我们表扬，我们先评论不好的我们就那个就是不好的就搬搬搬走走走，不是不是不是，我们就要你干嘛吸收掉，吸收掉那不好的我们要改进啊，然后再慢慢吸收掉。我的是恶评啊，咱们当然是要谈，所有女生们不会给恶评了，对呀。说你的弹幕会滚吗？一般弹幕里都会加一句旺旺好美这种话，适时的加进去，要把这个东西粘住吧，等下他们一看实时在线，实时在线，我们面前的那个，对，拿个胶带帮我粘一下，好，两个都粘住吧，哎哎，可以，对对对，隐藏起来就行了。这实时在线被黑掉，不用落雷，落雷什么呢？所以有一些不好的评论呢，大家也可以不用
爱那个李佳琦，有的也是被喷。啊，好，那所有女生们，接下来下面一个产品，我们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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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陈医生 VC 377，这都是他们做的品。对，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我们请你点。晨晨，他现在有点痛苦面具。你真的，你刚刚在镜头非常丑，那个表情。那我们叫晨晨加，大概男生吧。阿秋吧。阿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一个非常了解这个品，一个完全。来，真的完。那你们商量一下谁主播，谁当主播，谁当主播。你们可以快速商量一下。我有写脚本。不是你不要太指望我。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我先来开场，然后呢，抛出一些痛点，你听我讲完。专业的所有的东西你来讲，好不好？完了之后的话再好。好 ，OK OK。就是临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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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大不了这一脚。好，谢谢大家。没关系，我们现在比较早，就是稍微好玩一点点，好不好？大不了这一脚，就是我们俩辛苦我们肉肉脸啊，来。真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哈，这里是吗？对，这里。Hello， 大家好，我是晨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李佳琦的直播间。Hello， 对。说。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秋，皮卡丘的秋。秋秋，你的眼睛好帅，好小脸。来吧。朋友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因为最近不是春天来了吗？对不对？然后你们有没有感觉那个阳光啊，每到你们早上到中午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猛烈，照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比如说你皮肤平时比较容易敏的、比较薄的，而且平时容易出现泛红红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一点点疼？有没有这样子啊？然后我再问一下大家，就像我自己啊，你有吗？你有没有在意自己的肤色问题？我最近其实有一点点。红，然后我有一张照片，你们知道吗？将来有机会给大家去看一下哦。我是现在暗3到4个度的一个肌肤，大家皮肤都是会亮的、会透的，阳光洒在你身上是会发光的。对，你第一次进到佳琦的直播间，而且看到恶评如潮的时候，你心里不可能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又不是木头人，是不是？然后，所以当时的话呢。心里虽然很慌，但是我表面要非常镇定，所以我表现出来状态我感觉还好。那今天是不是就带来了一个我一直在用的产品？对，今天这一款产品的话呢，是我们的成野医生成野医生377美白精华。然后的话呢我之前对是做数码产品，但是我这两天有非常对它进行一个非常的深入的研究，然后包括我也了解到很多，然后我是用我自己的话来表述给大家。酪氨酸酶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父母，然后我们日常的作息不规律啊、熬夜啊、加班啊这些外界的因素。就是这些，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制的话。晨晨来给大家说吧。其实我们这款377的话呢，其实在就是美白的这样子一个产品的基础之上，给大家去添加到像积雪草提取物啊、角鲨烷跟泛醇，都是大家会比较了解的，去保护肌肤一个状态的。所以说呢，像我们干皮或者说皮肤平时比较容易敏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先建立肌肤的一个耐受度。就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我可以2到3天或者说更加久的一个时间里面再去用一次，然后慢慢的话呢，你可以把它变成2天用一次，然后最后再实现每天去用，这样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的，所以说的话呢，有了比较温和的配方之后的话呢，对于平时想要用比较能够让自己皮肤去提亮或者美白的产品，想要淡斑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能够实现用377去使用了。好的，那对钱老师辛苦了，谢谢大家，谢谢，辛苦，我们太临场了，太临场了，下次会继续。对，因为琛琛其实这几天的工作是完全没有了解到这个产品的，对，但突然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好紧张啊！不要紧张，我们都不要看到了。我是他黑，别看弹幕，别看弹幕，不要看我。我看到了，不好，但没事。我完全没想到会点我。不是，今天就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然啊，就是很离谱。紧张死了，真紧张死了。好吗？那接下来下一个产品是真的，我跟你们说，非常非常非常无比无比的期待，交给你。又交给我，你真的有？我觉得找一个人搭你吧，搭我，搭你吧。啊，我想刚刚是女生，然后女生男生，那我们就请男生，周璐和李明谦。周璐和李明谦。哇！哇！
你们两个都懂的，你们两个应该很了解他了吧？这几天的工作天天围着他。我有用石泵，你有用石泵，我当我当周周的助播。来，周周先做自我介绍好不好？然后我再来。好，大家好，我名叫周璐，大家可以叫我小周。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直播哦，所以之前都没有直播过。对，之前完全没有直播过。之前的销售额堪比你，比我更厉害，是不是？线下销售超厉害。然后我叫小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室友。自我介绍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个弹幕说一个好胖一个好瘦，我正在非常努力的在那个啥啊，那个词不能说。然后呢，所有女生我叫李明谦，然后可以叫我明谦，然后也可以叫我谦谦，也可以叫我棉谦，好多谦啊。好，那我们首先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交印师清感双萃。首先他推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裸感油。那么它的质地是从植物配方里面提取的原油配方。那么这一款呢，它是一个轻盈版，它的油量它是没有减少的，但是它整个的一个黏腻度它是减少的，所以说特别特别适合油皮。这一款精华，那么还有个使用方法跟大家说一下。之前我们的佳琪哥跟他说过，那个使用方法的话我也试过，因为可能也是我的脸大啊，然后呢就是几十泵在手上，然后哎慢慢的揉一下，敷在脸上之后呢，我们用一片基础的补水面膜，对，然后一张面膜盖上去。然后30分钟撕下来上妆，非常好，非常甜。第二天能够让你们不管是整个状态还是上妆都是加分。对，而且你这样做了一个厚敷的动作之后，因为我但是它的质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会更加的轻盈。来看一下，我们给个对的。好，我们轻轻的把它推开，然后里面是含有我们高浓度的姜黄醇提取物。可以大量的帮我们紧致淡纹，然后里面是含有我们高浓度的姜黄酮，可以大量的帮助我们紧致淡纹，让我们的皮肤细腻透亮。这样吧，我们先把我们的机制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你说。来，哎，这个就是有一点熄屏了啊，来，好，不好意思啊，因为机制的话，我们就是刚刚也拿到，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多关注。对，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到大家的话呢是，一瓶的话是980，然后呢这个是不需要备注或额外送给大家，来，我们所有朋友们准备一下，我们是给他上链接，好不好？链接问题。没有关系哈，有问题，对，链接有问题没有关系。刚刚有朋友说是胖坨坨，来，胖坨坨给他表演一个才艺，可以，表演非常好。哎，特写，来，关了，非常好。我喜欢。请你上链接，我看到了一个好评，反应还挺快，谢谢我们的糖肉包，谢谢你，很棒啊，很棒啊，真的很棒。唱得很好，唱得很好，比我唱歌好听。当然，我这个嗓子现在没有办法可以唱歌了，吓人！这个表现得很好，吓死了，吓死了！我吓死了。今天我是星期五嘛，我今天休息，所以我们等下去跟我们的同事们稍微的复盘一下，是好不好？因为今天还有一些同事没有露出，但是没有关系，后面还有机会，那就先保密一下吧。先保密一下，好，谢谢大家的感谢，感谢。那我们把直播间交给菲菲喽，来，菲哥，菲哥，今天我俩搭。是依旧收腹可以休息，所以我们在嗨，所以刚刚觉得在那个地方直播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很精彩，吓死，找不到镜头，找不到镜头啊！镜头就在你前面那个框框里面，后面就已经藏起来了。我感受到了差距，差距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品讲得非常的透彻，非常有说服力，我做不到你这个样子，差距真的太远了。而且就是当我坐上去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成分有什么用，但是你要我把链路讲清楚，去讲一些更加专业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这个知识储备，我还是欠缺太多了。刚刚的那段经历，我会觉得是比我们前面那么多天可能都收获会更大。虽然说我觉得说我当时播的并不是很好，但是下来之后我立刻就跟他说，我说首先谢谢他，我觉得助播就团队的很重要。第二个我会觉得如果我下次还有机会，我会反而是更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了，我知道我能够注意到什么东西。当我们在面对镜头的时候，那个时候别人不会管你下了多少功夫，你准备了多久，
但当你在舞台上你表现得好，他会觉得你很专业，而且是同时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你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我们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只是我们一个内部的小测试，你们刚刚整段的画面是没有被播出去的。啊？假的？真的？对啊，刚刚那一段整个就是假的。哦，哎呦喂，那胖头陀是谁说？是神秘人说的。哇哦，就这一次的体验，就是想要看到大家的临场反应能力，以及看到那些评论之后的抗压能力。然后你们这几天的实习老师以及我对你们的工作和表现状态进行的一个评分。我们先来做一件比较残酷的事情，我们先公布最后一名。所以有猜到自己是最后一名的？觉得我是最后一名。我有猜到你是最后一名。所以获得最后一名的同学是周璐。啊啊！鼓掌还是不鼓掌？接下来的几天工作，周璐没有办法两两分组参加内购会的。你是在这个行业其实工作了非常多长年限的一位，就是特别厉害的销售，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直播该是怎么样去做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的临时抽查表现，然后我也觉得你没有把你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因为毕竟那个产品是你已经研究了很多天的一个单品。嗯，然后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微弱薇诺娜。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好开始。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两种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油皮水油平衡，有你来介绍一下。哦，刚刚就是说你没有加工酮，包括呢还有一个雪红花。因为完全没有直播经历，然后在实习过程中的内容也不是非常的突出，就没有一些亮点的东西让我可以记得非常的清晰，然后我希望可以给他一点压力，所以我希望在直播的那一天内购会，希望看到你的爆发和不一样的状态。说到我最后一名的时候，我内心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没有得过最后一名，而且是在我比较擅长的护肤品这一块，那可能后面我面对的困难会比我前面多少天都会大很多，但是这个也必须得赢一把。本次内购会排名相加数字越小先选择爆品，所有剪刀布我们叫我好爱到了一波反馈呀。这品牌是哪里的？什么国家的？也不说。你要插话宝，你不是我的捧哏。你们两个我的记录的叉叉是最多的，我很生气。我就告诉你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